当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最新合影被国家肖像画廊纳入展览时，这对夫妇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人欢呼，有人质疑。而这张照片的背后似乎有着更多的故事。尤其是在英国王室发布了一张充满和谐的四口之家照片后，哈里和梅根随即发布了他们的最新合影。这种巧合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的意图。皇室粉丝们纷纷留言。 指责哈里梅根是蹭热度专家，他们发布照片的时机和方式让人觉得似乎只是为了抢夺风头。最近，英国王室发布了一张令人动容的合影：查尔斯三世、卡米拉王后、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这张照片象征着王室的稳定与和谐，画面中的每个人都面带微笑，传递出一种团结的力量。然而，不久之后， 哈里和梅根发布了他们最新的合影，夫妻俩手牵着手，侧面对着镜头，看向远方。这张照片虽然也充满了温馨，但在实际上却让人不免怀疑他们的动机。王室粉丝们的评论一针见血：哈里、梅根只是想抢走风头，蹭王室热度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自从哈里和梅根脱离王室后， 他们的每一次公开露面似乎都与王室的活动时间巧合重合，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有意为之，以保持自己的媒体曝光率。哈里和梅根的这张照片被纳入国家肖像画廊，似乎是他们的一次胜利。毕竟，国家肖像画廊代表着英国的文化与历史，能被纳入其中，无疑是一种认可。然而，这张照片的背后却有着不那么光彩的故事。 当这张照片引发广泛关注后，哈里梅根立即通过他们的摄影师朋友宣布了这个好消息。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早已计划好了一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发布消息？这样的操作手法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的诚意。近期，白金汉宫国王画廊正在举办“王室肖像一个世纪”的摄影展览活动，展出了许多王室成员的珍贵照片。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展览中，哈里和梅根的合影也被纳入其中。这一消息无疑再次将他们推到了公众视野的中心。然而，这真的算是哈里梅根的胜利吗？还是说这只是他们一次刻意策划的公关活动？毕竟，对于这对夫妇来说，保持媒体的关注度似乎比什么都重要。王室观察家们认为，这种行为无疑是在蹭王室的热度。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曝光率。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哈里和梅根正在试图重返王室的核心圈子呢？还是说他们只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提升自己的形象？无论答案如何，这对夫妇的每一步行动似乎都充满了精心的策划和布局。他们的每一次亮相都伴随着媒体的狂热关注，这无疑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自从脱离王室后， 哈里和梅根一直宣称要过上独立的生活，然而从他们的种种行为来看，这种独立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表象。他们一方面声称要摆脱王室的束缚，另一方面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甚至利用王室的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他们的每一次公开活动几乎都与王室的重大事件巧合重合，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这样的行为。 让人难以相信，他们是真心想要独立，还是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曝光率？其实，在哈里的书中，他们关于白金汉宫内生活的坦诚揭露，已将他们与王室高层曾经紧密相连的纽带撕扯得支离破碎。然而，在这份疏远之中，王室专家汤姆·奎因描绘了一幅意外重燃友谊的画面。 哈里与梅根与约克姐妹碧翠丝和尤金妮之间，这正悄然激起温莎家族内部的波澜。而近期，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发现自己正处于这场无声风暴的核心。奎因指出，他们的担忧源于苏塞克斯夫妇与约克姐妹日益加深的友谊，这可能动摇王室内精心构建的等级制度。他认为，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是这种新兴有意为战略挑战。 一个可能加强苏塞克斯夫妇影响力并破坏现有秩序的挑战，奎因解释说，威廉与凯特对哈里、梅根与碧翠丝和尤金妮之间友谊的升温感到焦虑，他们本能地意识到，经常处于王室生活边缘的约克姐妹对哈里和梅根感受到的排斥感深有同感，这种共同的情感构建了一种强大的纽带，有可能打乱现有的秩序。更复杂的是。 凯特王妃正在进行的健康斗争，自今年三月公开宣布癌症诊断以来，她大幅减少了公共活动，为王室警官留下了一片空白。奎因提到，凯特因医疗需要不得不隐退，无意间为哈里和梅根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他们可以通过即将进行的尼日利亚之行重获公众喜爱，而威廉和凯特则不得不面对自己缺席的阴影。 这一切的核心是关于持久家庭联系和人类关系复杂性的故事。尽管公开决裂，哈里和梅根仍与碧翠丝和尤金妮保持着坚定的联系，超越了笼罩王室的种种争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哈里与尤金妮的关系尤为牢固，从他访问美国的苏塞克斯夫妇到两人共度超级碗等时刻可见一斑。然而， 梅根与凯特之间明显的隔阂，为这场王室戏剧增添了另一层复杂性。凯特的一位密友透露，与哈里和解的任何可能性，目前都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朋友透露，威廉和凯瑟琳的当务之急是在这段脆弱时期保护家人。所谓的即将团聚不过是幻想，重点在于康复并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压力。如今。 哈里一家在巴尔莫勒尔重聚的可能性悬而未决，如同苦乐参半的梦境。但在这份王室礼节下的紧张气氛中，问题依旧：这些破裂的关系能否找到和解之路，还是裂痕只会进一步加深？当我们穿越王室情感与联盟的迷宫时，显而易见的是，哈里、梅根、碧翠丝、尤金妮、威廉和凯特的故事是对任何家庭动态内在复杂性的深刻提醒。 这种复杂性在世界目光的无尽审视下被放大，未预见的联盟证明了家庭纽带的韧性，以及对理解、宽恕与团结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即使是在王室生活的辉煌与孤独之中。另一位知名公关专家简·史密斯对哈里梅根未来的伪王室旅行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他表示，这对夫妇的每一次国际行程都需要有合理且明确的目的。 否则很容易被视为伪王室的宣传噱头，令人质疑其真正动机。简·史密斯在分析哈里与梅根的尼日利亚之行时指出，此次访问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其明确的目标和精心安排。尼日利亚人民和政府的热情欢迎固然重要，但这背后有着更多的细节。尼日利亚参与了无敌竞技赛，因此哈里和梅根的访问有着相关性和实质性。 除此之外，尼日利亚政府为这对夫妇提供了全面的安全保障，确保了访问的顺利进行。然而，这一切真的是哈里和梅根的精心策划吗？还是说他们只是利用了“无敌竞技赛”这一契机，借机提高自己的曝光率？简的评论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哈里和梅根的每一次成功背后，是否都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公关团队在运作？ 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声称的为公益奔走。简警告说：“如果哈里和梅根计划前往加纳，他们需要一个明确且有意义的目的。加纳虽然美丽且富有历史文化，但并未参与无敌竞技赛。梅根在加纳也没有家族联系，没有这些背景支持，苏塞克斯夫妇的访问可能会被视为一次毫无实际意义的宣传活动。人们会问：为什么是加纳？他们希望实现什么目标？” 哈里和梅根的阿奇维尔基金会需要在加纳发起某种人道主义或慈善项目，例如关注粮食不安全、妇女赋权或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这不仅能够为访问带来实质性意义，还能避免被指责为伪王室的作秀行为。因此，如果加纳之行的传言成真，简建议哈里和梅根花时间制定一个深思熟虑、完整的计划，带来切实的好处。 而不仅仅是一些快速的合照。无论是通过职业培训计划支持加纳的女性手工艺人，还是通过旅游业项目帮助野生动物和当地社区，他们需要展示出真正的善意和行动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站稳脚跟，而不是成为公众眼中的作秀伪王室。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